你的小脑子，管管你的小脑子在想什么东西嘛？还有你们的小脑子在想什么东西嘛？老是想歪，老是想歪。谢谢小白的虎牙一号，波波，无所谓。小白会出手，谢谢小白的。等会儿他是不是送了三个虎牙一号呀？小白，哈哒哒哒。谢谢小白的虎牙一我没有看错吧？谢谢小白的虎牙一号。好，波波，等会儿我这把我卡爷哟，记得看候他。哎呀，扣扣扣，让他扣，让他扣。亲密，我们认识吗？还是你觉得刚刚的玩宝有点可怜，然后你就想送我三个虎牙一号，请你吃小橘子啊，不准揍！他让我来救，我会人工呼吸，你又不会。我老会人工呼吸了，我可是小护士。我可懂得护理了。如果你们生病了的话，也可以找晚宝哦。哎呦，你们也可以找晚宝哦。晚宝是专业的。专业学习过大专的护士，到时候我就帮你打一针，你就会好起来了。有没有人要试试玩宝的？要试试玩宝的，打针技术的，过来。你快点呀！你不过来，我怎么帮你打？对不起，我好像扎错地方了。没事，这一次我一定对准。吃小橘子，哎呀，我刚刚不是打针把你打痛了吗？现在奖励你一颗甜甜的小橘子，啊！好吃吗？不好吃吗？这个已经洗干净了，为什么不让吃啊？
会吃不该吃的东西呢？王宝答应过哥哥吗？谢谢碗抽开下。王宝答应过哥哥吗？嘴巴里只能吃草莓味的东西，比如说草莓味的虎粮，比如说草莓味的叔叔。你又不是草莓味的，我才不吃你呢。你是臭豆腐味的。主播叫小丸，是一个烧烤主播。注意了，他现在正躺在一个椅子上，像一条蛆一样蠕动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蠕动，可能这样子看起来会让大家比较性感。注意看，他开始斗鸡眼了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斗鸡眼。啊，他的观众说，这样会令他的观众比较兴奋。好像的确如此。不是小笨蛋呢。你睡后面那一点。
更喜欢我一点。他们说，男孩子喜欢和他对着干的女生，王宝刚刚那一顿操作，有没有让你更喜欢他呀？为什么小白不理我？这么好的女生，你要是不理她，风一吹就吹到别人怀里去了，别人要是捡到了是不会还给你的。他会把玩宝占为己有，占为己有的。那不是吗？都喜欢擦边啊，不擦他们就不干了，那怎么办？与其让你看别的女人擦，还不如让你去看我擦。那怎么办嘛？我不想你去看别的女孩子啊。我也会有我的占有欲啊，我不想我的小笨蛋去看别的坏女人。但呢，不会把你吃掉，是夕阳的起源的，让别的坏女人会把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的。
玩宝不一样，丸子只想吃你口袋里的虎粮。丸子只是想吃你口袋的虎粮而已，这又有什么错呢？又不会伤害你，这个不是你每天都有的东西吗？跟谁打电话呀？你不会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女朋友吧？好啊，渣男，还给别的女生冲咖啡，你都没有给我冲过咖啡。男人，你要是不理我，我也去打电话，我去跟隔壁牛爷爷打电话。我不信，除非你给我看看。我不信，除非你给我看看。奇怪的审美，我的脸不应该比嘴好看吗？为什么我露嘴的时候贵宾嘎嘎叫，我露脸的时候你不看我吗？我的 YY 看。
谢谢夕阳的馅饼。我怕我撒娇你们顶不住，我怕我撒完娇以后你们就不想睡觉了，不信你试一试。爸爸，爸爸吗？你怎么不抱我？拜托拜托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吗？人家要嘛，你最好了。就要你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的那个东西，是你口袋里的火燎羊肉笨蛋。这不是完全体的丸子哦，完全体的丸子放出来，房间就没了，房间都能被我烧没。小笨蛋，你想你今晚上流落街头吗？我没有手了呀，我没有手自己拿了呀，那就只好麻烦你喂给我吃了。那我的手有事啊，我的手不是正在哄你睡觉吗？哪还有空拿吃的呀？就帮帮忙嘛，帮帮忙喂给我。好，那就看着。我有什么不该看你的？手机弄脏的吗？
事啊，我最会清理手机了，让我来吧，你去躺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小舅子，你哥出差，你就偷偷进我们房间是吧？嗯？我让你进来了吗？要是被你哥哥知道了，他肯定会吃醋的。到时候把你小子吊起来吧，嫂子可不救你。你觉得你现在待在嫂子的房间里，这样一直看着我，你好意思吗？是不是不知道嫂子是干什么的？到时候我怕你逃都来不及啊。你过来，嫂子让你看看嫂子是干什么的。你过来啊！园里的园丁就是修理工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修理杂草的。但你不要看，一般
眼睛闭上。今天该做的事情呢？不行不行，哎呀不行不行，啊不行不行，你要完成才可以睡觉。你没有完成不行，我不准睡吗？第一件事是。要亲亲我，你亲我吗？第二件事是要跟丸子说晚安，你说了吗？第三件事是。要把口袋里的东西、包裹里的东西全部上交，你给了吗？让我看看，谁的口袋里还藏着，还藏东西的？不准！不准私自藏，不可以。第四件事。